他心里正想着。乖小孩，别叹气，圣诞节不是这样。我是个玩具，我不是天才，但是圣诞节不该是这样。我们一定漏掉什么？圣诞节不应该是这样，我想知道理由。但是是什么呢？是的，一定不是这样。王子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他想应该有人知道才对。去过这个工厂，他也从来没有出去过他的包装盒，但是他是个机灵的玩具，这难不倒他。也许比他想象的要难一点。现在是